电动车在我印象中是骑不快的，效能跟巡航力都不好。电动车一样可能很耗电，然后速度也很慢，也骑不快。我完全没有概念去预估它会有什么表现。加速跟我想象的电动车完全不一样，瞬间的动力输出的确是比汽油的明显更快很多，扭力也比一般汽油车还要好，短程加速可以加速到77，算蛮优的一台车。电动车可以很快。在绕的时候当然就蛮轻松的，稳定性来讲，它的操控性、动力的衔接方面都算是非常好，真的比我们汽油车125轻太多了。车子真的太灵活了，动力源源不绝的感觉。一些骑乘的乐趣是以前没有感受过的。会颠覆你们对于一般电动车的那种观念，所以还不错。